你穿来家冲向啊？为什么？本小姐，是安尼啦，我看你手机咧关机，所以我打电话秋莲，拜托伊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带我来见你，所以只好带我来啊。嘉义，伊讲伊摕到光碟啊。哪里光碟摕？还是光碟我袂当交你，快车停在楼卡。你若想要看光碟内容，我带你来阮公司，伫我办公室看。唔免，你交给我就好啊。就是讲嘛，卡输一张光碟内面哦，收录是你糟蹋家己的过程。哎呦，迄片有做 A 片呢，是色情的光碟呢。万不利你爱看咧看咧，啊，佮冲蹦起来，佮兽性大发。家己哦，毋是白白去丧死，佮还互你糟蹋一遍。你就是阮家的人拢戆戆，这么好骗哦、啊！嘉义，带一个小文姐啊，今仔不是讲我爱替黄志忠黄先生讲话啦，也毋过伊的顾虑嘛是对的啊。伊今仔摕一块光碟来，伊主要目的就是想要证明甲澄清，伊嘛是去帮失格受害者。佮再讲啦，这块光碟嘛是强暴家的直接证据，伊当然无爱甲证据交在别人手头嘛。黄志忠，你放心。我本家伊讲话算话，我看过光碟了，确定你无骗我。那呢？我相信我会原谅你。阿公，吴先生，敢讲你唔相信家己的话啊？我唔是唔相信，是讲我惊本家是伊看了这片光碟了，伊也是唔甘愿，伊若坚持要对我提出告诉。我一定让人定罪判刑，所以，你让人定罪判刑，那是你应该啊！什么人叫你好好人唔做，偏偏咱要做证人？我着讲啊，卖阮家己甲你告，会用的啊！咱到房间哦，甲好个条件搁瞧好啊！行，什么条件拢免讲啊！黄志忠，你会当马上甲光碟交出来，马上走。啊，若无，你即摆嘛也走。明仔载，咱警察做去。安怎？彭小姐，两条路你家己选一条啦。废话免讲。黄先生啊，人讲真金不怕火炼啊。你若是认为讲这块光碟会当行你的清白，那呢你就相信家己一遍。啊，若无伊的个性，明仔载真正会讲会到做会到。好了，彭小姐。我相信你，还是一句话，我不希望光碟的内容被第三者看到。你先走啦，等家己把光碟看完了后，伊做啥物决定，我才打电话通知你。好了，彭小姐，请你保持冷静，看清楚我当当时我的情绪和精神状况。我相信你看完了，你会了我。好了，彭先生。不好意思，请你马上离开。
姨啊，佳姨你醒啦！佳姨，乖条，阿乖条，我袂，我袂。有空气。哎呀，你乖点死啦！哎呦，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啊，莫惊乖，快点，快点。佳姨啊，你是不是看到鬼啊？